受上游降雨和水库泄洪影响，黄河壶口瀑布目前水量暴涨，每秒流量超过2700立方米，为入汛以来最大水流量，形成水岸齐平壮美景观。从空中俯瞰，主副瀑布连接形成绵延数百米的瀑布群，瀑布升腾起阵阵水雾，十里龙槽水位上升，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。景区也采取了一系列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游客安全观赏瀑布美景。